是雪月，我的模特到了。之前糖画接力到立体螳螂的时候断掉了，我就准备自己把这个给接上。子航把转盘给我寄回来的时候，还给加了200元保价，真细心。话说这个螳螂，你别看它不大，确实是地狱难度呀。我也不会画，就想先找个模特。现在大家都更新了，模特也到了，那我还画吗？